关着门哦，好像没开这样哦，有血吗？怎么有一部比较把玻璃射出来的？还没开上，还是已经有开了？看到他的景观是变这样子，以前装海鲜的，现在装垃圾。要去吃早餐了，去吃什么好料啊？今天吃面啊，吃面来的。算口多一个。OK， 今天换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吃东西。我觉得我们每一餐都是不同地方，不用吃同一间，这感觉还不错，就感觉去了很多地方这样子。关着门哦，好像没开这样哦，有血吗？怎么有一部不加把玻璃射出来的？看不懂那些字哎。啊，没得吃早餐，这里怎么办？刚才我们在酒店 check out 的时候，遇到槟城来的一对夫妇啊，不过他们就讲上来这里好像没有东西玩这样子，他们也还没有去那个 Desa Farm 哦，所以我们就推荐他们一定要至少去那个 Desa Farm。然后他们就找啊，应该会去啊，是不是还有 register 是啊？刚才他有按进去，还有按进去啊。但是我不知道还没有 register。是啊，如果他没有去那边，真的来到这里就什么东西都好像没有走到了。因为真的你没有走到东西，如果又遇到雨天还是什么，真的是看又没有东西看哦，雾到啊。今天早上那个雾就很重啊，兜兜转转，你终于找到早餐店了，是面包。点我的 Milo， 忘记跟他讲 Milo 果霜下面有那个炼奶，不是加一点吗？我加上面了，不够味，很薄。哎呀，好像是这里也没有开，还没开上，还是已经有开？这个人也是停车要买的，是的。那下去走一下。300 gram, harga berapa? Lapan setengah. Hah? Lapan setengah. Berapa? Sembilan ringgit. Ha, okay, okay.去哪位置一下？怡丰茶餐室。很多，整排就是照片到完了。现在是要来开箱你的房间。冷气很冷，很舒服。这里是洗手间，有一个浴缸、洗手盆、坐厕，还有这个淋浴。这里是，哎，它衣橱有分两边啊。嗯。哦，下面是冰箱吗？嗯，有个冰箱。
然后有一些茶、餐具、alcohol wipe， 然后跟这个 sanitizer， 还有 mask。好，这是今天他们准备的。有 birthday cake， 还有 anniversary 的巧克力，哦 ，love shape 的、哦。OK， 我们下午茶就可以在房间吃了啦，不用出去啊。哇 ，Happy anniversary， 还有 Happy birthday， 我有 elephant， 这个是 sea view 的海景的房间。这个就是它的 view 啦，这个 wing 是 Kota Kinabalu wing， 所以看过去是这样子。是吃蛋糕时间，然后蛋糕配什么茶？铁观音。铁观音很香啊，但是。但是蛋糕配铁观音有一点点违和感，茶也是茶吗？不然是泡 也是茶 ，Emily 什么 English breakfast 哦。嗯，风景来吃蛋糕。啊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哦。嗯，它是类似像那种 sponge cake 那种的，是好吃。我那你要 sponge cake。他不是来吃菜就拿米了啦。嗯嗯，我知道是原本还想说要去外面找咖啡吃，但是太想回来酒店冲凉换一下，所以这个好吃，不用去不用去咖啡吃啊、嗯、哇你又省了了。OK， 3:20房间外下雨了，刚才下更大雨，现在有稍微小一点点了。哦，看起来现在下午我们只能在房间吹冷气，哪里都不用去。等到希望等一下要靠近晚餐时间的时候雨就停啊、哦，我们就可以开车出去吃晚餐。这里就是酒店的大厅。我们现在要走去游泳池的地方，就在另外一 side。对，这个就是它的 theme park， 哇，好像 water park 这样哦，还有地图 theme 哦，你看，还有玩那个射弹哦，哇，这样我们来玩吧，它开了几点？很爽哦 ，water wall， 呜，冲下来了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ice cream corner。这是那个球是啊，丢那个铅球啊，啊，是吗？这里有他自己的私人沙滩，嗯，游出去啊，嗯，游出去啊，可以游到那条他绑着的地方吧？对啊，就给水冲走了。听一下海浪声，就是舒服。看，这人已经跑去那边坐着。你不能再晒了哦，你的皮肤已经晒伤了。是啊，这样你要脱光光哦。你看你的脚。你看。哦。夸张哦，手也是。现在几点？现在5点。我要等它太阳下山，要等多久？这边是 Best Sunset。最美的夕阳下山的地方，我要等它下山。下来这里华欣有这个什么海中堡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叫双天的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吃哪一家的啦，进去看啦。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 parking。不过走他正前门，看到他的景观是变这样子，空空。以前装海鲜的，现在装垃圾。
双天游是吧、啊？但是要走进去啦。OK 啊，这样我们就在这里吃，反正我们车就跑后面吧。欸